这个作品是，其实我也蛮喜欢旅行的。然后我通常旅行的话，也不可能马上现场写生，所以我通常都是拍下来。那基本上这幅画是我去，应该说疫情前的那一年，还好有去，然后就一路上有看到很多美景。可是那个景当然不是都组合在一起，我可能回来后，我还是会重新给它重新构图过。然后当下看到美景，就是。当然一定喜欢嘛，回来后一定会回味，所以想说回来后还是把这个旅游的印象记忆把它留下来，所以把它放下来。那看到它的时候，就想到我在旅游那段开始时光。谢谢大家。